这是新城五点多自助洗衣店运作的声音。由于稽查人员检验发现已经有妨碍安宁事实，也让高雄市林雅区这间24小时的洗衣店不但吃上6张罚单，最后还因此关门大吉。如今环保局还要加码扩大管制，洗衣业呢不得在夜间呢使用动力机械从事洗脱烘的行为，但是如果是在第三类或第四类的噪音管制区，则是除外。洗衣店的噪音违规，高雄市去年到现在共开出7张罚单，其中光林雅区这间就吞了6张，挨罚20000多元。原来根据高雄市原有的噪音管制法第8条，从晚上10点到隔天上午8点都不得开机，否则将开罚3000到3万元。但最新规定连烘衣也要禁止，因此也引发不同声音。坦白说是一个困难，因为我觉得我下班了，我可能时间我没办法来得及。如果说你说禁止晚上洗，那我们只能加入，我可能累积一个礼拜，那我衣服怎么穿呢？当然是扰民啦，很多 KTV 什么的啊，跟不是跟扰民吗？不过3、4类的住宅混合区以及工业区暂时不在管制范围，加上部分住宅区洗衣店设置的位置如果过于偏僻，还是会依照现况执行，因此势利势弊，恐怕一切将等环境部核定后实际执行状况才能最后定论。 TVBS 新闻徐克成、何怡信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